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呢，我和刘老师共同为大家挑选的这盘棋谱呢，是2015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四轮的一盘主将战。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杭州棋院队的刘昕七段和广西华兰队的李世石九段。啊，这两位都是主将。好，刘老师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大家来，讲这盘棋。好好好。那么之前呢，我们也有选过刘昕的棋给大家介绍哈，就是说他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位棋手哈。那么李世石呢，也不用多说了，他就更有特点了，对，力量非常大。是。这个是原来是中国流，结果回忆录，这是刘昕比较拿手的。上一次讲也是走的这个布，就这一类的布阵，他对这个形状比较熟，拿手。对，我记得上一盘棋是他拿白棋，他也是下的这个。他对这盘棋拿黑棋，他又下的这个。然后白棋挂了这儿。一般这么宽的，一般挂这个居多，是吧？是的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他的布，这个刘昕他这个对于这个布阵呢，他会挺喜欢有研究。我们看看他怎么个研究法啊？这一般，你看你既是二连星。一般破你大形势是最好是二连星。那么现在挂完之后，他就阵在这里。对，是的。对，这是李世石看怎么走。李世石 对，之前我记得他跟如果这样是这样的话，假如说靠一个长一个走一个再贴，黑棋再长，对，再挡下来，大概这样。这也是一种下法啊。是，这也是一种下法。那么现在李世石是走在这里。在这里，他单飞，单飞在这儿，单飞这个，黑棋再补这个，对，这个挺大的。那白棋呢？等于说不打算在这边先做交换，以后就保留从这儿挂进去啊，那面种种的变化保留的，对。然后白棋先飞了一下，对，黑棋把这个飞住了，这个也不小，是这样下的，是。然后白棋再跳出头。白棋李世石这么选择，应该说也是也是可以的，就是一个通常也比较普普通通啊。这样呢，黑棋就是一个进攻的态势，然后呢，黑棋再抢一个大的，他是走这个，是吧？对，他先跳了一下，先跳一下，跟他交换了一下。跳一个，他一般的这个点三三比较强，是吧？一般的情况跳一个走这个也是常规的一个交换。没错。那么黑棋下一步往那个大方向。走大场啊，黑棋拆得很大哈，这看起来一个小目，两边都是拆四张开了。那么这里面，刘老师，白棋会不会想要赶紧打进去呢？可能还不用，现在不到时机是吗？广阔的地方还很多，那个地方可以暂时先不用动。不着急。对，现在就是一个互相走大形势的一个这个棋局。布局布阵，那么现在白棋。白棋倒是也没什么不满，两个脚也挺坚实的，尤其是那个脚，可以数成目了。是。所以呢，他先从这儿动手。对。先试一下黑棋。点三三。这个呢，一般你高位的时候不像这个低位啊，他点三三可以慢一点。对。点三三不见得，这高位的时候点三三是比较厉害的。嗯。那么要掏对方的空。点三三呢，这个是也是有备而来，他是一般的情况都是要立的。对。因为他是要。实地损一些，他宁愿损一点实地，也要对白棋造成一种很强烈的攻势。进攻上面，白棋爬了一个，长剑，白棋冲，这是断了一下。他是这么选择，断了一个，然后就搬。对，这个实地是损一些，但是呢，他要求后。要求对这个保持对这个黑棋白棋这个一个进攻的态势。李世石呢是个力量很强的。对。双方进攻也正好是，那较得上劲。对。而且我觉得他个性也很强。
啊。对，它这个脚呢，它一定要先把它先走到，然后呢，这外面这块漆呢再处理。其实现在看起来白漆这块漆已经很薄了。那这由于你点了三三之后，人家立到这儿，你底下做眼已经比原来困难多了。所以这个处理这个薄的型是一个、是一个重要的。是的，现在是主要的，现在是怎么处理这个白漆？嗯，他下的很舒服的一副样子，就这么拐这一个呢。嗯，黑漆这个也是好漆、对，因为他走了之后加强了一个。嗯。然后呢，白漆是。白漆大跳了。对对对。嗯，这看起来好像下得很松散，这个。松散。嗯。这个漆呢，就是局后李世石对这招漆是有疑义。那他觉得这漆应该下在哪？这个漆应该是飞的，本形是应该走在这里。哦。嗯，走在这里呢，你这个形状呢，从你的本形来说，如果对它要进一步的进攻的话，仍然是这手，还是顶，还是顶、哦。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它白棋比如说再走在这里，那这个形状就放在这里好。对，对，因为这个刺是你的先手，再穿就穿不断。对，你想本，你看这招棋放在什么的、肯定是这招棋就薄了，这招棋呢，它比较完整，嗯，穿不断。对，哎。这样对白棋下一步的进攻呢，黑棋找不着明显的弱点。没错。哎，看来这个棋形还是要稍微要飞，要远一点好一点啊、哦。这是说飞的。后悔，他说应该飞一个，你顶一个，我再走这个，哦、这样比较好。这是李世石的、哦、他局后的观点啊。他实战是拐阵了一个。对，这个黑棋顶。嗯。然后大跳。对。那么这样的话。黑棋刘星就直接就进攻了，对，走这个，就觉得看着白棋这块棋很薄，嗯，他如果从外面这个地方来了，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动手，所以就直接还是直接进攻，当然很厉害的，是的，很厉害，嗯，直接就冲断，嗯，那么这个情况，他这个比较厚，嗯，他能够用得上力。对，他这个断的最狠了，最狠，他是连根上断，下这是应该说成为必然的，因为你往这儿是挣不掉， 对不对？嗯，只能从这边打，往那边打他就跑了。嗯，那现在就是必然成为这样，接上。嗯，对，黑棋就一路给你黑棋管绞杀，这个因为这里有断，这里有断，他黑棋呢把你分割，先分割开。嗯，它的后呢就正好能够用上，嗯，这个还是很强的，嗯，对，李世石是应该说黑棋，李世石也是一个强的，像这种棋应该是他经常用的，嗯，那刘星也是用的跟李世石用强，对，要看看李世石是怎么对付，嗯，是吧？他说你这个地方下的这个结构这么不严谨哈，对，我要先把你断开，你告诉我你这接下来两个断点你是怎么护法？对。因为这个断是马上就成立的，我立马断你，你能怎么办啊？对，有这个断是啊，是的，嗯，所以白棋呢先长出来，长一个在这儿挺好，这个李世石长一个，看着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处理手法，比扳可能好，一扳他跳，对呀、长一个呢，你要压他扳住这个、你也断不了，断就长了是吧、所以这个棋李。黑棋是就压黑棋跳了一 跳一个在这儿，对对，嗯，是，所以现在呢白棋有两个断点，对，他有点头痛，他又不肯说自己补一个，这也显得很软弱，而且这对黑棋也没有任何压力啊、哦、走这儿的话走这个啊，嗯，这个棋可能他不肯补，关键不肯补，对，是的，不肯补，他还要反击，嗯，即使这样的话，他就算这样的话，你也不是啊，很难受。嗯，就算黑棋不断，他接上，哎，这棋形下的好委屈，觉得。他就说他把那你那个分割开了，这个棋呢，白棋他是，他总是想以攻为守。对，没错，想寻求一点借力，所以他靠下去了。靠下来。嗯。嗯。办。这个。下的也是比较强的啊，这个是不能被端打出来，它是要粘上，嗯，白棋长一个，对，如果走这个嘛，被他打过，对，这样黑棋白棋还不肯，白棋不肯，他踢了他过来，过来这个段还是依然存在，所以这个白棋还不愿意，他觉得这样便宜不好，你都踢了他过来，他补，他觉得没什么便宜，那儿被你分割开来，并不高兴，他所以他来个强的，
意识来强的，长一个强，给你不让你度过。对，而是这么吃一个。嗯，是的，吃一个。假如说他是街上呢？对，街上那个是这样，估计是他大概是双吧，大概是这样。是这个你断不了，断了它，这个不先粘这个，先单粘一个，那黑棋要你粘不了，粘给它蒸了。反正怎么得走一个吧。对，这样再走。然后再冲过来。这样呢，就是说你走这个我就靠出来，你这个呢我就靠这个，这个黑棋也没有办法。黑棋麻烦了。黑棋比较麻烦，对。这是他希望的。这个你走这面他靠出来，你这个作战白棋喜欢，是吧？他是希望走成这样白棋，是吧？对，是的，要不然的话他也不敢去选择单长一个，就撑死了也就打掉。所以这个棋呢，他转手，这个还没有交换，这个没有交换，转手在这里连根断上，黑棋把它断掉了，比较狠，那白棋当然这个时候要提这个，提这个是吧？这个你既然不能下一步粘就厉害啊。而且现在能打这个吗？这个如果打，那他就跟着长，跟着一路长过来，然后再打，再走，再走，对，再走这个，对，粘上，粘上他脚吃这个，那就等于把脚给卖死了。这样，这现在不能粘了，这就被断掉，能行吗？不，他踢他就立掉是吧？就这样。那还是不行啊，把棋被一打吃要死了。对，这个这你即使粘上被这个棋筋吃通了，你已经不行了。对，然后白棋再拐，人家唬住你了，可以。这下你永远也不走不了。就算拐我双上，你这个棋筋吃通就不好办了。这外面太厚了，是吧？对，不行，这个是这样。那么马上打还不行，所以这个棋它是要提的。他单提，那等于说形成转换了，黑棋就贴一个把它吃掉。把这个，这个棋就是要这样的转换啊。对，您觉得这个转换怎么样呢？这个转换，他拐了一下，拐这个双了一个。我们把这个转换这个结果摆完啊。对，这个棋呢，等于是黑棋要吃这个，白棋要吃这面。对，那就是各走一边。应该说是一种势均力敌的转换，但是呢。这个时候的刘星是有一步特别后悔的棋，是整盘棋最后悔的一步。他有一个关键的地方，这个棋应该虎。哦，这个应该虎。为什么？如果虎，您一说我就明白了。这个是里面死。哦，这个是进死。进死。哦，这个。对，我以为是打劫呢。没有看清楚，一下子。当一个，走一个哈。这个棋呢？你如果在这儿，你看看就不行了。这个棋提的，你是粘上的，这个棋一叫吃，一粘上这一虎，然后他一顶，一虎，对，你还得送一下吧，接上，对，然后你要来吃我，黑棋搬，下一步，啊这一，他一顶，这个棋黑棋无法抵挡，对，这顶了已经跑掉了，这个黑棋就没有办法了，就麻烦了，如果在这里。是这样的棋，那这个虎口就进杀了，就进杀白棋。哦，所以这一步，如果是虎在这里松一口气，在这个地方这个形状，这里面存着一副杀白棋的进杀白棋的。就这块棋是欠在人家手里的，欠着一个对，欠着一个死棋在这儿。所以这一步是差的很多。哦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形状白棋已经活了，对，其实它是死的。贴一个，相似是锦一气，但是这个地方就差别很大。对，因为走在这里之后，这里面没有死，进死。这里面只有打劫。没有死，这个你要这样打劫都很麻烦，这个以后还要被搬了打，这个都自身还有麻烦，所以这个棋就差很多了。后面呢，这个就比较麻烦。对，这实在是插不起这一下，本来是一个进死的脚，对，他顶了一个，顶了一个，这是他先手啊，这先手，这个棋，你如果单从跑的。
的话，嗯，这个棋你往前跑是没有希望的。那太没前途了，没有希望，真没有希望，是吧？真没有希望。点完了一招，这都没有希望，一死无疑。如果从上面削呢，也没有跟这个棋走了，那硬杀有可能。所以这个棋它刘歆这个下挺有意思，它靠一个，嗯，靠这个。哎，从下面开始来逃，对，这个我认为挺好。这个下法挺好，如果你这样，他当然、这个、啊，那合适了。这样的就拆一拆，这个就活起来就方便一些，对，是吧？是的。如果你这样走，这也实战啊。嗯。啊，你们再吃他搬上来。对他能搬起来的话，总是还可以了。走一个。然后他爬了一下。这个棋也不能点他会冲这个冲这个他搬这个里面没活，嗯，所以只有爬走这个再爬。白棋挡，这个成了一个这样的，这个当然一再走再爬了，粘上就活了，只能搬。断，他就是为了抢这个断，来弃这个子。尝一个。哎，这实际上是死棋，但是呢，这里面是做不活的。他就要利用。嗯。哎，这个利用呢，可能最大限度的这个能把这个发挥出来，因为你要是往上走呢，它这里有断。这个有借用的话，好像白棋。嗯，很难把它全部吃得很干净。这个就有一些借用，对，只能断了这个长啊，是的，这就很大，这个就比较麻烦。嗯，他就希望在这儿利用，所以呢，这个白棋呢还在护上这个，他跳了，对，在这儿等于护上这个，把这个漏洞堵上。嗯，对。那么黑棋下一步他有这样的棋，是他跳一个是绝弦，你只能往这儿爬出来。哎，那反正一路爬，要爬很多，再来一直爬下去。白棋对，我白棋就大概就是准备这样，这样爬，就爬，反正一路爬，是的，爬够气能吃着你为止。但是黑棋能够这样让你委屈的爬，他就占的这个便宜。这是大概走这边，对，走到这儿了，已经成这样了。然后可能觉得这里边还是不太安全吧。对，这个棋呢，黑棋就像刚才，如果走爬完之后，在这儿落个后手回来的话，这个地方如果白棋先手的，他尝一个就说是就也是活棋，尝一个他说是双一个，双着跳一个。也是活棋，这看着是挺容易活，这还能拖，什么虎都是先手。哎，对对对，这还能拐之类的。对，也有说是单走也可以，这个地方是有活棋。你要是走这个，他就挡一个也活了。嗯，走这个就冲了棋，再挡也活的。这好像看起来还是很容易做眼的嘛。这个地方眼怎么那么轻松啊？做活的比较方便。是的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，刘歆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的补太大了，活起来太大。对。那么你要这样的话，真的是这一步差一步啊。天差地远的事。这个。反正你也是补棋嘛，你走在这儿也没什么区别，你回头也补在这儿就完了。是。嗯。即使走成这样呢，刘歆他自身感觉觉得还没输，还可以，他觉得还可以。形势不错，嗯，我说这样，即使给你吃，这面有一些利用，我这面还是很大，我这面先暂且不吃，也不说你这打劫的事儿是吧？还认为可以，还行。这个黑棋虎一个，他说是很虎在这很重要的，嗯。其实整体而言，这黑棋的形势并不落后，就觉得刚才呢，这里有一些借用，它还能跳出来，好在这儿，嗯，然后呢，就接下来的。焦点就在于白棋怎么在这一带动手，这个刚才我们就说这小目两边都拆死，人家必定是要进来的，那不可能说在这一带削焦他就满足了，我觉得李世石肯定不会这样的，不会这样啊，是。那么我们看他这一带他是怎么进入的啊？他也不是这么好像看起来很堂堂正正的挂进去，他是先脱脚，嗯。这个棋对。黑棋搬一个。搬一个。对。嗯。然后白棋搬在底下，搬在底下，先考验一下黑棋，看你硬哪儿。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手段。是的。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段。一个适应手的手法。如果说黑棋打这儿呢？那他尝一个。尝一个，这个我觉得就很，反正我走哪边都觉得不舒服。大概只有走这儿吧。对对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。他尝。对。这个棋呢，它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棋。这一爬黑棋已经无法抵挡了，大概你要吃人家，多半只，要不然又被人家爬一下。
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对，他就是能那边能起来了。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反正这两下先手还能翻吃之类的。对，这个这好像处理很容易，觉得。这个白棋他总是能够在那边能够豁出去，那这么也行。他要凶一点，还有这样。对。他就往这边顺着往里空里钻。是的。这个白棋就可以能够有棋下了。嗯，是的。所以黑棋呢，就是人家在拖了连扳的时候，拖三三完了，扳在底下的时候，可能大部分时候都不会选择这一步，因为觉得好像让人家打完了爬出来，借用挺多的。是。所以实战黑棋是长了一个。长这个呢是也有一些说法，这个棋呢粘上是比较普通。单粘是吧？单粘普通。对，我是觉得打直是不太好。如果你的觉得形势不错的话，粘上。刘星后来也是觉得应该粘上。李世石他们共同认为是个粘上是比较普通的正招。普通你看这虎一个打吃，他就让他在里面做虎。大概这样。啊，这个是不小，脚挺大，他可以动手在这面，在这面一路把这个走出来，把这个破掉。对，把这个破掉的话，形势也仍然可以。所以在这个角上做一些小小的牺牲，抢得一个重要的先手，占据这步棋。这步棋，这样的话形势不差。没错，是的。凡是应该这么下。我也觉得是。好坏，反正就是这样，是。应该是这样。本手是吧？这是本你那个长一个呢，希望它效率高一点，它是希望效率高一点，它是对对，希望呢人家立一个。那样当然好。希望人家立在这儿。如果那他拐这个吧，一个也可以，然后他拐这个，拐这个就长一个，对，当然是这个比那个他得再爬一下。这个比那个什么，比那个刚才啊，黑棋比那个刚才空多，是是的，没错，这样比刚才好一些。但是呢，人家不会这么听话的。实战啊。实战是白棋接下来会下什么呢？嗯，这个棋局部有没有什么手筋？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欣赏围甲主将战刘星对李世石的对局。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白棋呢刚刚在这儿拖了一个三三，这个地方的变化呢下得很精彩，也是就是平时下棋的时候啊很容易用到的，然后他搬了这个。刚才刘老师给大家讲解说呢，这棋黑棋的正招应该是粘在这儿是吧？对，粘一个普通。是的。就而且尤其是在别的地方有一步很大的棋，像这个跳的时候，所以呢他就很想在这儿呢抢个先手，关键是。是。这局部损点目是小意思，关键是要把那步大棋给抢到。现在他是没。他长了一个。长一个。是的。长一个这个棋呢，白棋李世石看怎么走的啊？他这个李世石呢是一个比较处理这个复杂的棋啊，他给你搞一些比这个。做活呀，这他是个专家，对，这比较强的地方，他特别擅长这一类的下法，我们看他怎么走。他是二路连扳的，在连扳，对，这个棋呢，连扳呢，就是给你看怎么倒棋啊。这连扳完了，黑棋怎么办呢？这长这个吗？长这个就亏了。是啊。他就是如果我这样的，即使这样虎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要不管拐哪边都已经可以脱先了，是的，不走我再爬两，比刚才要好得多，白棋是的，所以说这个不成，这个你必他是，长是不可能了，要否则你还不如单粘呢。对，所以黑棋基本上被连扳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对退路了，基本上只能把它吃掉了，这样吃的，应该是这样了，然后他脚吃一个，对，接上他是粘上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这样，他拐在这个地方，你提在这里，以后利还先手，这样的黑棋目要多，那挺合适的。这样黑棋比刚才那个单粘呢要好一些。没错，没错。这是，黑棋希望这样。如果你爬它长，再爬它长，你再打吃以后提来先手，这个黑棋比较厚。就是说，白棋二路连扳了之后，如果说是自己去爬活做活的话，这样，那黑棋肯定是很高兴。黑棋还是希望你再把那个吃掉，再打吃，他就不走了，然后再走这边。
对，黑棋这个后，黑棋希望走成这样。嗯，但是这个李世石觉得这样走呢，他形势也不乐观，而且他不愿意这么下。嗯，他不愿意这么下，本身他可能就没这么想了。嗯，所以你看他怎么走啊？这个棋是关键，他走的是什么棋啊？嗯，他下在这儿的靠一个，靠一个，嗯、这个比较狠。对，他是想来这个利用、借用。靠一个，当然你要是黑棋管在这边，他就可能就搬在上面哈、啊。对对对。现在呢，你要是走这个，他连搬是，他就比较好。嗯。这边呢正好可以压过来，也可以爬，也可以顶。那很多下法，那就算顶过来也行。是啊。所以他是立一个是最强的抵抗。嗯。暂时那个地方没有，因为你顶的话，他能拐下来。你如果走这个，他拐。拐这个，如果你搬，他能吃这个，这个棋白棋没有办法啊，这个白棋不行，嗯，暂时是这个李世石没有招，是吧？嗯，是的，这样是不行。你这个如果这样，他往上走，你再走这个，走这个，这个也不容易活，嗯，这个也很麻烦。对，这个白棋好像要活到底下去，总不是什么好事。不太容易活。对，而且还很难。这个大概活不了，你贴下去，它就贴着被扳一下。这样它就糊在这儿。一堆皆不归。这样好看。这长。对，太没前途了，这看起来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半个眼，这个棋黑棋吃它还是有信心的。嗯，是的。所以这个棋呢，暂时是不能还动不了手，它立下来还最顽强的抵抗，所以它的计算，流星计算，这个目前来说。这个白棋还没有招，对，暂时好像没看出来白棋有什么厉害的手法，怎么办呢？对，这个棋好像这个压这个这几招都不行，你如果再来吃这个也没意思。嗯，如果你走这个，他就让了，你再提一个，那这个有可能还损进来，亏了。哎，所以这个白棋李世石怎么动手？李世石下的单打，单打这个太狠。这个的，这厉害，这个比较狠。如果现在你在这个，那他这个就成立了。是的，嗯，现在立马就成立，你这个不行了，对吧？这个就，这个正好被蒸死了，对，打掉了，嗯、对、啊。所以这个就差这一下，就只需要这一步就行了，需要一个这个，只需要这一下就行了，对对对，需要这一个借力。嗯，那这个是要点，那干脆的不白棋不黑棋走这个吧，在这实战也就是在走的这个，对，这个要点，嗯，你当你挡的时候，我只能是在这个最顽强、最狠的就是这招。嗯，这个刘星就已经是挑最狠的下法走了。对，刘星下在这个地方，这把那个脚呢，嗯，基本上就给拿住。你只要这个子没活动余地，你那个脚就死了。嗯，那么白棋得到什么？他主要是能够竖了一个这个。然后他又搬出来。哎，这个比较狠。搬住二字头。对对对，这个搬的二字头。他想借力，因为你中间还有很多薄，你本来是虎是本行的，对，这个地方实际上欠着手呢。这是人家断一个，其实黑棋挺难办的。如果断，他是准备这么气的。哦，就这么打过来。气掉，气了差不多之后，这里面再搞点气，这里有碰，这里有跳。哦。他是准备这么下的。里面再折腾他，反正是。哎、这里面再断是这样，但实际上你不管怎么，你这是欠着气。对，是的，这肯定是欠一手气。对，这步棋而且很大。对。嗯。他搬一个，现在搬的时候黑棋能断这个吗？如果断，他可能还挺高兴的。哎呀，这长好像有点难办了。中间他给你，有很多借力借用。你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吃这两个子，不管你是搬这个也是搬这个，那人家下的简明一点就打完了，就断你就完了。也比那个强。也有可能他狠一点的话，有可能打了已经比那个强了。对，是的。他还有狠的呢，就是说我还说不定。搬这个都有可能，你这都是借力了，就是说你断的话就是凑它，凑它。你要是如果那个什么，还不如走别的呢。对，所以说这上面就不能让它有几下借用，不然中间这个太厉害了。现在它有断有跳，它这个就想让你来断我，来干合适是吧？借力呢。所以离它远点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凑上去。嗯。所以刚才这个黑棋就是因为这个长被人家连扳了一下之后就难办了。那就白棋就就能够有机会使这个强手。对啊，要不然他粘上的话，他不是没机会。对，粘上的话就局面简明了，就是看这一代了，那一代就那么定型。嗯，
对，看这一代的怎么处理了。嗯，那个时候黑棋可能觉得，事后他也觉得，那样是选择是比较明智。嗯，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黑棋怎么办。现在黑棋挺困难的，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刚才我们说他断了，他不太好，被白棋借用两下把这两个子弃了。对。那他不断的话，他这个断点如果断不掉的话，那他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往这儿跳还是怎么办？跳一个。啊、哦，他是先拖了一个。拖一个。寻求一点战机吧，可以说是看看这边会下成什么样。他是试试你的硬手、嗯、那个地方不理。如果你搬这个，他估计是准备断。啊、是想这么下。他如果说是不是黑棋，比如说这边有个接应的子，有可能跳。这个有接应的子就可以了，是吗？有可能他给你啊来这个。嗯。哎、这个比较狠吧？对。这个你比如说，就是说先打吃他一下吗？爬一个，先不打，先爬啊，先走着，然后再爬一个，爬一个，也许他他也不肯说直接缩回去。对，他这个打是先手，直接就给你这个单扳扳住，就这一类的给你接力啊，接力，是的，这样收气，也是一种那个什么吧，在这借力，都想找点利用，对，找利用，这是他的。最初的想法。嗯。那么白棋呢？这个时候，当你靠的时候，他不给你借力呢，就他就干脆就离你躲你远点，里面搬。嗯。这个离你这个地方借力呢，你跳他就还能爬过来。是的。嗯。嗯。现在黑棋搬起来。搬这个。他就是强烈要求要这边。这一代能走到一个子就好多了。对对 对, 对，你如果这个，那就是还原了，跟刚才一样。是的。你要退的话，那也太高兴了，嗯、也他还是已经便宜了。嗯，是的。白棋小尖起来，在这把这个一直是存在的各种隐患都在这儿呢。利用他把这个给给你先消除掉。对，省得你再垫。这个太大，这个太大，这个干脆那边不理这个，让黑棋来动手。没错，因为这边即使让黑棋先动手，黑棋也不能把白棋怎么样，最多你就是自己活得很舒服一点，比如说活当然没问题，你搬啊，或者是打吃完了虎，当然了，嗯，是这样吗？是，白棋长一个，嗯，再虎一个，对，这个活是没问题，对，活是也就这样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关键不满意啊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，而且这个很容易落后手，你这接下来还得补棋，黑棋你只是这么委屈的这么活，他不满意。不希望这样，那要早知道他想还这样，希望更大的那个战果。嗯，白棋尖，白棋小尖，嗯，然后黑棋把这个先跳出来了，这个两个子也不能说不管他了呀。这个跳是个本型，嗯，是的，本型。像这种二子头，如果说搬起来的话，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欠个断点。对。然后人家可以先顺势而行，比如说长，或者是。他这个棋就对，你就刚才那个你那个断也可以断这个，断也有。反正我觉得这搬这个白棋可以下的招太多。对对对，嗯，这有可能凑别人，他即使长你也不好。嗯，长你这个地方仍然有断。嗯，你如果再走这个，那这两个交换你不好。对，这不好，白棋他就算虎一个也不便宜。啊、而且还要管。对，这个棋所以说单跳比较好，单跳。让他去补断，是的，把这个补断的事儿留给别人。对、啊，反正几个补个断点还不见得有眼呢。对，白棋是，你看还在补了一个，在这儿补一个补断的。嗯，他走得很，他要活到你的空里面。对，活在你的空里面，这个比较狠。嗯，他要借用这个子。对。那么在这里做一看似是没有。没有多少眼，看似眼位不足、但是这个棋形由于搬出了他二子头，是不是以后可以二路搬呢？比如说搬了虎啊，或者虎了接上，那是有一些眼位，是有一些眼位。那、现在黑棋先打了一下，在这儿、打一个，接住，然后冲断了一下，先试一试白棋的应手。他你看，所以他不甘心这么打了这么活，他要找利用、他断这个，对。那就，那白棋肯定要把它吃掉啊！掉这个肯定不能忍受，接回去。暂时这里面没事儿，对，这个不要。暂时你这样的话，我这样提没事儿，你哪个打我都不怕。对，是的。哪面打？你只是这点利益，我就
那白起高兴，他提了你这个，你这样顺过来，他拐出来也没有，黑棋也没有办法，不成立，黑棋这个不成立，他只是利用这个上面而已，他主要想利用打在上面，拐打，打这个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粘上又委屈了，被他再打过来就多便宜了，所以呢，顽强的二路提，他提掉，嗯，再打一下，李氏是提，他就粘上，粘住，这个倒是很硬的，很冷静。这个是，那反正黑棋呢，这两下总算也算便宜了，也就这样了。这个就是常规的，常见的。这么黑棋便宜两下，它主要是啊，想攻这个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他这样呢，总算是走到了两下，把自己的棋形呢稍微加强了一点，加强一些，但当然也不是很强了，这个棋形，说实话。所以呢，他先点四他一下，要求破白棋的眼。这是他的先手。对。那接下来我刚才说这个地方白棋搬粘有先手啊，所以呢他要先把它立掉。这个立是比较冷静，因为以后搬了火粘呢，刚才说的眼位，白棋有眼位有很多。对。通常立一个呢，也许白棋自身的安全呢，有问题，可能会寻求在上面走。啊。多数可能会这么想。是的。要是我就觉得很有可能，比如说就觉得上面能跑出去挺好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尝一尝，然后断一断，然后断这个，这样差不多。嗯，这个就是一个通常的选择。嗯，觉得这样下白棋赶快找方向，自己回家吧，赶安全一点。因为这个断呢是连着这个棋筋的，对，这四个是绝对不能死的，死了这儿全活了。对对 对, 对。所以他一断的话，黑棋就想法护中间了，对。这个吃还不你、这个、他一尝就行了。对，尝你要吃这个不能吃通。对，这吃通这个吃通这个四个一拔，这个都活了，所以这个是棋筋不能那个人等于紧着气呢。嗯嗯。这样白棋我觉得是个普通的想法，差不多啊。嗯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李氏是下得太狠了，他把纸非要挡下来。他要挡下来。要挡下来，要挡。他要因为怕你拐下来之后呢，连这个都吃掉，赶紧。他觉得这样，你这个地方你还有，我这里有打，嗯，这里有尖，嗯，我还有种种利用。对。啊，他就非常希望我以后。打一个，假如说他提掉，那么他这已经连回去了。假如说上面这块是活的话，他可以连回去。那到他还有可能给你紧气、啊、哦，还有可能紧气吃啊，反正收着气呢，那么我的眼位不就出来了？对对对。那但是你要是来个狠的话，我不给你这个，你那我至少已经一个先手眼了。半个眼。他可以小尖，然后提掉啊，这一个后手眼。后手眼。对，一个后手眼。但是你后手眼也不见得你两个眼就那么安全，你这没见到两个眼呢是吧？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狠的，下法是比较狠，他要求这个空的感觉，不是上面逃，对，上面逃他怕你拐过去还不肯，这白棋这个挡呢，显示李世石对自己这块棋的做活显然是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啊，他觉得这块棋怎么都不会死的，就给人这个感觉。确实也比较容易活，我们下的臭一点，就这么拱一个，这也是个眼呢，好歹这是已经是个后手眼。但这个比较委屈，有点难受，比较难受、啊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往外跑。先往外跑，对。那么黑棋由于力到了一下，它可以跳了。这个挺好，这个挺好。这个你这个眼位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你的坐眼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就拖了走这种，那总归你还是有不舒服的地方，难受，不舒服，是的。而且你的眼位是不是就一定确定还难说？劫财有力会打，他不劫不利这样的话，你搬了他爬，这个棋就一定有两颗眼吗？也很难。一只后手眼，半个眼，这上面有没有先手一只眼？是个疑问。对对，而且你这样活了，他空眼。也损一点空，那么这个棋就是活棋，李世石很有自信。那怎么个活法啊？看他的手段。他是飞了一个。我觉得应该看看他怎么展示自身的个腾挪活棋，在他黑棋的空里面，活是很关键的。我就很想问问李世石，如果说人家贴过来的话，他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活的呀？对，这个棋是关键，这个地方是关键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棋。应该说虎一个可能更狠虎一个最好一点更狠更好，嗯，这样的把干净，这个虎特别关键，自身先保住了，你这冲断我不怕是吧，你在这个地方去做眼，
你这个地方总得去过，先码成两个眼。那他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冲断的可能性？现在冲断吗？而且现在冲断好像不太成立，冲断被反冲一个是不是已经麻烦了？哎，对，这个冲断你就把这个吃了吧。再说我在这儿也是先打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种种，哎，这个地方再冲好像不太行，这个时候冲不太，他可能要先把上面这个护一下，然后再考虑冲断的问题。是，其实虎一个就把这个连起来就可以了。当然贴这个被它长一个再粘上也是可以，但是虎一个呢可能眼位更好。那白棋是不是贴一个能考虑这样贴这个啊？对，这个也有贴一个呢，它比如说来个狠的这一类的是吧，这一类的有可能。那么这个棋非常非常关键的，对，我觉得他总是应该印在这儿，这是普通的很正常的想法。哎，但是刘星没有这么下。这个是他也是失误，或者说也是比较后悔吧。他是，我觉得好像这步没有下在这儿之后，这棋就已经不太行了。他是来个狠，他希望是这样，他走这个。然后人家应他一下吗？哎，他希望这个。这样。哎，那甚至他觉得这样，那他当然最好了。这样当然最好了。哎，对，你这样当然算，这样这就可能就死了。那有可能，这是刘星他希望李世石这样对付他，想这样对付他。这样那白棋那就不是李世石啊，对，李世石要这样走真的要死了。对，所以李世石也不可能，他这个有点异想，这就异想天开了。是的，太轻视对手了，这个棋只能是补断。是，这个呢就是另一个呢忽略了这个断的严重性。那直接给他断上去了，就在这儿直接断，真的是马上就出问题了。这现在已经不好办了，因为你走这个他走这个，你走这个他就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跑不了，这棋经被吃了，那还怎么已经跑不了了，已经跑不了了，就不管你走哪儿都已经不行了。对，你走这个也是这个来，对，是吧？是的，这个也一样。扣打这直接包死，没错。所以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太厉害了。你要这样或者这样，那他再连回来，你这个就毫无意义了。这个团还是先手，我怎么连都行了，这还这个不行不行。所以这个断相当的严厉，他怎么会这个紧着气？对啊，他不补断很让人很吃惊，觉得这个刘星也后悔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说是不是太难的。对啊，这不是太难的，就很容易想到，因为之前人家就想断他。对对对，嗯，我也是在瞄着这个，随时瞄着这个断了，你给他机会了，你并一个被他这一断，看看怎么办呢？那没办法，没法弄。对，这个招数实战打吃了一下，打吃走这个，对，然后长了一个，他粘上先手，你如果那边冲断，黑棋冲这个，不管冲那个，这个也不行，拐长，哎，对，这个棋啊就扣打，对，扣吃完了，直接把它夹死就完了，直接死了，对，这个就死掉了，是的，因为你提他后面锦旗也死了，嗯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哎，对，这个必须补，必须补。哎，这个其实是简单的一个。对啊，这没有办法，都是命令型的，命令型的毫无抵挡的可能性。是啊，不明白。下成这样，然后白棋贴回来了，这外面看起来黑棋有点破破的。是很关键的，是要贴这个，不能走这个啊。这贴着这个棋，给你这个便宜，这个给便宜。对，他白棋这个硬头一连回来，关键是你这个自身呢。接哪儿都接不上，不接这个，接这个他打这个呢，就一路给捋过来就行了。对，一路捋过来。是目前是这样。长，再贴。这个那个长的气，他只要把你们封死就行了。嗯、这个黑棋怎么能给他杀气呢？这个肯定不行。嗯、如果你粘这个被他一冲，这个气挡不住了。对。这个无法抵挡。接上他一长就行了。对，这个不行了。然后你这个这一提也是怎么办？这已经花了，这个碎了，所以这个连是千万是要，这最重要的，千万要注意这个。这个刘星这个太强了，这被他割断之后，这个棋就不好办。对，这个你要再吃这么一条龙的话，嗯，就累了。对，
其实刚才黑棋虎在这儿真的是很挺难讲的。对，是非常难讲。这个棋呢，虎了之后，它至少你的在我的包围圈里，你可能你能活，但是你比较累。就算你千辛万苦活了，黑棋转手再走这边呢，还有希望。对啊，也不见得就输，而且你活的当中，你这个脚你还能拽出来，我就不信了。活呢，你要活得辛苦。是。不是那么应该明白的活，或者你弄个打劫，或者弄个什么。但是活起来累，对，我本来想看看李世石你的智孤的表演，但是呢，你这辈子一段呢，这个表演呢就意义不同了，他这个这不是，这个他太简单了，然后你现在这两条路都走不通，你这想别的办法了，这现在黑棋确实是很困难，他靠了一个，站在这儿。搬一个，是吧？然后黑棋又连扳，他就想着这儿能有个借用，然后把这个断点给它护上。这个如果走这个，是吧？打直提掉。哎，对，然后那么再走这个就可以了。接上，只要能把这个棋筋啊给它连回来就行了。你打吃我就粘上，这样好得多了。对，护一个小尖一个，对，这样呢就应该说没事了。先防住了，至少。哎，你这样。这样我粘上是吧？那么就算这样也回家了，就算这样，这样一打吃，再打这个，对，也回家。嗯，他这个呢是比较，他就是希望有一下利用，就差一点点，能利用一下就行，这样的棋。是的。嗯，只要有走到这一下走到一个利用，借力一下。嗯，我们看这个李世石呢，他走得很。白棋长吗？长一个。他认为仍然没有事情。假如说黑棋接上怎么样呢？这样，长，加一个。哦，可以单加。他有这招棋等着他。嗯。这招棋呢，好像黑棋黑棋还是没有办法。对啊，黑棋无法抵挡，现在看着。黑棋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怎么办啊？对，好像不太好办。不太好办。这个棋，那面那个，走这个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是他这样，这不行。对。这个这一打这不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这一打这一拐就不行了，这个他这给你闷进去完了。是啊。那你别的就不好办，这别不好办。尝一个吗？尝一个。看着也不像行的样子，看。这不太对吧？对，好像也不太好办。不太好办，这个不好办。这一打，那么他就算这个地方尖一个，你也不好办。接住。对。小尖。也是。都已经连上。这杀气基本上黑棋就不用想这件杀气这件事儿，人气太长了。对。这儿还紧不住气，然后你就自四身本来也没几口气。所以这个加一个，它本身。就好像是，这个黑棋没有招。对。李世石给他装的是这个。那么你要如果粘上，比如这个棋如果粘上，他冲你仍然是没有办法。依然挡不住。挡不住。挡了他，把他断打了。断打。嗯。如果你粘上，接住，他就长了。是的。也，这个也不行。对。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这个你的气不够，关键是。所以他这两个粘怎么都是。对，总是不行，被人家冲断或者是断吃完了，总是连不上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黑棋就压了一个吧，压一个在这儿。这个棋白棋要不能再硬了，还是走这个。白棋冲，冲一个，他长，长一个，对。嗯。白棋现在他太容易了，这好像下法很多，现在他是走的这个比较狠，他跳了一下，走这个当然也是可以下，也行，但是走这个。黑棋粘上了，粘上对，白棋跳了一个，这个时候就看着黑棋很勉力的在支撑了，已经。这个时候不行了，不太行了，因为你这个棋啊，如果你往这么跑的话，它这个是先手对吧？对，这个地方，这是随便都把它断了。有个尖也行。怎么都断了还能？这个打断也不行了，是吧？对。那么这个棋它是走的什么呢？黑棋贴了一个，哦，贴一个，贴这个，嗯，然后白棋呢就很稳健的，我也不跟着你硬了，我就把这儿吃干净。这个时候已经是这样，它是一个
支撑的过程，这个棋这个是死了。对，他只要能破点这个，那就还能控上抵抗，他是走这个了哈。这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联赛的主将嘛，所以不能轻易的倒下，怎么也得先坚持一下。这是叫做这个时候已经都跟生已经不行了。对，接住。接住，然后白棋把这个扳了一下。扳一个。粘上，把这个等于吃通了。黑棋粘上。哦，这个他其实应该粘上。但是呢，但你这个粘上，他是想让你点的杀气可能。对，他这样的话，他就想杀这个气啊。扳一个，然后他立下来。挖粘。这等于让李石石表演一下。虎了一个。虎一个啊。然后打吃先手是吧？那么这个地方有个冲断，再贴一个吧。对。是吧？他是打这个。这个要走这个，这个不是有个挖？走掉。这有个挖断。是的。这个。黑棋虎打，摆出一副作劫的架势，但这个其实黑棋的气太紧。白棋呢，由于有角的特殊性，所以想跟人家杀气呢，基本是杀不赢的。就黑棋这块棋，想跟白棋杀的话是杀不赢。他白棋就是说，你这个这块棋和这块棋啊，现在是你要不走的话，他力是，这不是有个叫吃吗？现在已经活了，有个活。对。你如果来要吃我，是吧？那么他点一个，这等于是两头你都没活。对对对。这个呢，你必须把我的气紧上。而他比如说还要可以叫吃一下，他就是先打吃粘上，然后一点这个棋就你没法把这个白棋吃掉，是的，没有吃掉那你就两块都死了，没错没错，这个棋你要怎么这个棋怎么挤呢？实战就是打吃这个吧。对，是打吃这个，这里有一个连环节打通，对，你要做活它一个连环节打通，你的硬吃只能粘，这个就你的气不够了。对，是的，这个都一直紧着气才行。没错，其实这一代呢，黑棋最后就是，可以说是垂死挣扎，没有什么大的意义。跟胜负没有关系。主要是这步棋，他病了，被人家断了之后，这棋肯定是一败涂地了。对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实际上应该说已经没有办法，不行。对，就之前刘老师指出来的这步棋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失误，因为这个角差一个死活。对，是的。实战他贴在这儿，虽然也同样把它吃了，但是脚上就成打结了。那下法都不一样了，后来。是的，没错。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，就是，直白的李世石是中盘战胜了刘星，对，夺得了这个主将战广西队胜利。好，那么总体来说这盘棋呢，我觉得李世石下的还算不错，但是刘星的关键时刻失误了。如果不失误的话，还是挺难说的，也可能双方会杀得更精彩一些，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棋局呢，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。谢谢您的收看。再见。再见。